我是原神出版吴信芳。纸本书是有灵魂的，它和阅读它的人一起生活，一起梦想，一起向前走。不可能的任务三导演 JJ 亚伯拉罕推出新书 S， 出版社还选两位写手亲笔写下10万个中文字。这些可不是电脑打字的效果，而是真人的笔记。发黄的页面、水渍、咖啡渍、脏污，在在都流露着真实岁月的气息。书中还有罗盘、地图等23种实体配件，异想世界本周带你一窥 S 的制作过程。10月20号下午5点半、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